来，对，独家资讯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卢广仲，我们是，我们讲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哈马克老板。啊，我很害怕，你没看到我的脚已经在发抖了吗？好，下一题，讲出来，我没有讲动画没有，我没有讲。先不要。好来，好，那知道完了。那个玩对彼此的印象有变化吗？有，他就是闷骚，确定，本来还是怀疑而已，确定闷骚。哦，他就是有病。天天都怀疑，都是拍戏有才确定的。他天天都剃头，然后成哥聪明，确定了。真的很聪明，以前不确定，以前怀疑，以前就应该就是差不多这样这么重新认识，哇，那么重。哥哥，有爱，温暖。我觉得陈哥其实蛮调皮的。我也很害怕，你没看到我的脚已经在发抖了吗？好，下一题。哎，好可惜哦！那场戏你知道化妆，我们天没黑就去弄头发，弄到我在弄边弄边睡着，弄那个秃头，那时候非常的落魄。整场戏赚人热泪，整场拿掉。生气？我怎么会生气呢？这一次会好好取到。我吃了两块。I don't know， 渠道很喜欢他，对啊，他是算是渠道的新欢，是吗？是吗？因为渠道是在那个也是他主持那个。我看到他，我就想讲笑，我虽然没有跟他对到戏，又没对到戏，他说好笑，我在旁边看的，我觉得好笑。我看到陈哥就蛮想笑，我明明这么严肃，因为他剧中的造型是那样，很难正经的看着他的。我觉得算是牺牲，太牺牲了。我现在马上想到了，还是小护士吧。小护士，而且我小护士，我的丝袜还破掉，就破在很尴尬的位置。为什么破掉？被那个值班的医生。应该完全没有这个时候，你会有气到想砸击他的时候？因为我的情绪起伏很小，要砸也不会砸击他，你都砸个牙签吧，牙线棒，然后很折断牙线棒。我生气会处罚自己，捶墙啦，或者是打自己啊。然后我不喜欢笨，一旦自己犯傻发笨，我就很讨厌自己。都是生活，对，这是生活上会用的，然后加上他们丰富的表情，也有一些比较有包的没什么表情，我们也不要特别讲谁。讲出来。我没有讲动画妹，我没有讲。对，就是这样，漂亮的半辈子了，还有在干嘛？但在戏里面也很漂亮。漂亮就漂亮。羡慕别人漂亮，他嫉妒别人漂亮。你在干什么？什么这种之类的？你还要等多久？什么这一类的，对不对？我最近蛮常用，我顶得住。我有一个那个特权嘛，我选中你，我戴一个那个帽子啊，我选中你啊，可以传给你爸爸妈妈，传给你同事，照三餐，就是当个暴食兽，给予适当的关心，相信你很快就没朋友了，对不对？接，漂亮。接，漂亮。对，你这个只选择不问原因的嘛，对不对？好像好问就会问。哦，可见他没问，还是不好。我怎样？他这样那样。去多少人？哪里？我定。是。讨厌哪种传讯息的方式？是发语音在吗？是3分钟语音，3分钟，太久了。我可以接受，当然的话就秃光，因为我都已经光头了，有差吗？但是我要先跟大家讲，我只是发线高，我剃掉而已，我没有秃，应该说还没秃，好吗？所以如果我真的秃了，我就剃掉 ，I don't care， 没差，无所谓。你高兴吗？没有，我很开心。爱爱八卦但能力强，因为能力不强，那个会影响进度，影响绩效。说我坏话的人会有报应的，我急什么呢？你造口业现世报马上就有了，不着急，一点都不用担心。陈哥可以教我们看身边的小人吗？不太分享心情的人要小心，他没有很直接的喜怒哀乐，他有点情绪是属于压抑的那种，遮掩的、修饰过的那种，不以真性情示人的。
多少小时？跟冷咖啡一样，对不对？冷咖啡离开了杯垫，他的情绪在很后面。咖啡离开了杯垫，我忍住的情绪在很后面。你不是要去上厕所吗？是当然好选啊，牺牲自己啊，漂亮，没错，对啊，大家开心，我觉得还比较重要。一个人开心就太小了。哎，这刚好我们三个人都有共识，我们都有这个属性。你想要哪一个？我觉得不小心发现好了。你不喜欢办公室恋情啊？很麻烦呢。可是不被人知道。不被人知道是不是？直销是有没有人知道的？那那个很嗨啊，那个没人知道很嗨。试试看嘛，没有过嘛。对啊，试试看好了。哇，这太难了，都好容易啊。你有看我的舞台剧就知道，那个尺度可怕，上万字哎。目前呢、啊？哦，当然，瘦下来，一般看不到，除非我下定决心，要不然是看不到的。很巧，我们刚好就是他，马克老板，真的哎，真的第一次发现哎，原来这个电影名称的意义是这样子，他马克老板，真的吗？对啊，决定，决定，我刚刚就讲了，我其实聪明有一段时间，好像最近有需要再跟我聊，好不好？我可以。但马克老板呢，在现在这个时代推出来，我觉得是给大家一个社畜的一个末日的福音啊，因为它就像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心灵的一个辣鸡汤啊。不管在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、问题，或面对什么样的答案，你不见得要再透过这个电影得到什么伟大的意义啊。但是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体验。也许你在跟你在共存的一个状态当中，你可以从这个电影里面取得一点点的勇气，让你面对明天的挑战。小丑，一句话推荐：看到赚到，看不到衰爆。哇，哇，扯精了。他马克老板即将在9月28日全台上演，他象征了一些这个梦想成真的这样的意味，所以可能各位上班族的朋友们去看的时候呢，你也可以边想着你的生活，你的梦想要怎么样的去实现，然后让这个电影带给你一个这个生活上的这样的一个逗号，然后让你在这样的2个小时里面可以有一个新的创意，然后好在这个逗号之后再写下一个新的篇章。人有很多种，感性的人过不了柴米油盐，理性的人谈不了风花雪月。这个戏特别适合感性理性兼具的人，但你看一下人活在底层，活在工作职场，应该如何发挥自己，如何找到生命的意义。妈，这辈子我还没有能力让你过上好日子，让你为我感到骄傲，我真的已经很努力。我的每一天都是从这样开始的。我会在想，我快乐吗？我工作的意义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有的时候，我好希望我还停留在昨天晚上的梦里。现在不到你的死期哦，你现在自杀，我还得写很长的报告哦。你是？我是。自杀？哎，亲切一点呢、啊。叫阿死就好，明早你就会看见有趣的东西哟，早点下班哟。马部长，可以下班了。Hi Mandy， 他是谁啊？这就对了啦。原来他真是神董的私生子啊！哦，神帅之下无犬子，希望没有造成你们的困扰啊。那些会因为掌声跟虚声而忘记自己是谁的人，通常都成不了气候。还有谁会相信你？那我所有的努力就没人看见，没人在乎。在开会，在工作。你是不是真的想把公司给弄倒？这栋大楼准备出售。公司是我们打的明星的，不想让你看出来我是痴汉。人生在赌，不要笑得过。我觉得我好像有点喜欢你。原来你一直出现就是因为……等一下，我拒绝鬼。